篇第124篇，以色列人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。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。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，网罗破裂，我们逃脱了。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